出门进去之后，等到校准界面，然后调铃，然后把后盖打开。然后这个仪器这边有四档嘛啊，选择一档，选择第一档，将传感器放在中间，将传感器放在中间啊，居中的位置，这边调铃，调铃之后这边是铃嘛啊，然后旋转这个旋钮。真费劲。它这边会有力值的，看到没有？两个力值如果是一样的，就是说明它是准确的。好，可以了，看到了。